网络圣母又开始坐不住了哈，男子商场救人哈，最后遭网暴啊，原因是救人姿势不对，手放的位置不对哈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视频。你当时你如果手已经来不及放了，你能拖到哪就拖到哪。看完这个视频，首先我说一下我的想法。如果我是这位男的，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去救人。我们先从力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。小女孩应该有七八岁左右，一个成年人你要想用一只手把一个八岁的女孩举高是有点吃力的，大部分人都会借助第二只手来助力。视频显示男子的第二只手，先提的是女孩子的衣服，但是提起来发现有些吃力，在保证女孩身体稳定的情况下，拖住女孩的屁股是最好的方式。不要问为什么不抓腿，因为抓一只单腿会导致身体不平衡。凡是一个正常人，我觉得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去救人。但是网络键盘侠不一样，他不但不救人，他还要伤了那些做好事的人的心。小女孩说谢谢叔叔，孩子的父母也说谢谢好心人，键盘侠却在网上对别人进行道德审判。你做好事可以，但是你居心不良，你做的不完美，就应该说你，你以后要注意，在乌鸦的世界里，什么都是黑的，心若纯净，你看什么都是美好，心若肮脏，你眼见的都是污秽，说的就是你们这些键盘侠。